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我现在继续沿着这个白夫线线道，由东往西穿越雁荡山脉。这个山区的道路狭窄，弯道崎岖，但是呢，沿途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。我很喜欢穿越这些偏僻的小路，一般这种小路都是会非常漂亮。白夫线穿越完毕的终点站是雁福镇。从雁福镇呢拐向向北走，前往南溪江景区区域。其中会经过一个著名景点，南溪江的石围岩景区。欢迎大家跟随阿叔的镜头一起去游览雁荡山脉南溪江景区。欢迎大家给阿叔点赞、转发，并订阅阿叔的频道。欢迎大家跟随阿叔的镜头去看世界。谢谢大家。
可以吧？